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上课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各位同亲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咱是第六十九期吼，第六十九期啊，节目已经经过两年外啦吼，两年外，但是吼、哦，咱好像到有一天吼、哦，那变成吼、哦、一千零六十九期的时阵吼、哦，哦，人家就是迄落啊，就是老前辈啊，就所谓吼、哦，对啦，革命先行者吼、哦，这是有一天必定会行到这个程度吼、哦，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将来所有的全台湾所有的公务人员，拢总爱来遮，爱来遮受训。台湾拢总有二十几万的公务人员呢，哦，啊，你甲想看卖看，是毋是一千零六十九里高级，是毋是有可能会高级？啊，啥人那一定都爱来遮受训，迄有原因的咧，好、哦、有原因的咧，甲你来。既然是一个公务人员吼，你就真有可能有一天会坐落来甲美国官员咧谈判，有啊，有可能诶，因这是足有可能诶代志。啊，在迄款诶情形之下咧，你若甲发声讲吼，台湾是主权独立诶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，哇，都去了了啊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都每一个公务人员啊，拢爱来遮受训，拢爱来遮受训。啊，迄个时阵的受训哦，都毋是像即马安尼咯。迄个时阵哦，你都大家爱排队啦，哦，爱排队，啊，迄都一个都爱都要点，爱都要点，哦，我迄个时阵都是无共款的啦，哦。哎，你那砰砰砰都无啊，啪啪啪吼吼！啊，咱台湾民政府吼、哦，为过去吼、哦，我是迄个2007年的时阵吼、哦，就加入完的啦吼、哦。啊，迄个时阵叫做华丽建国会啦。啊，咱是用、哦、一定底下的改变。一开始，咱无讲真正确的了解，所以咱做出来的决定的时阵吼，可能有小可有偏差。但是啊，咱后壁有一个真强的力量在甲咱指导，你安尼唔对，安尼唔对，所以慢慢啊，直直改，个到尾就个变成法理学院，变就就建国都唔敢咯，都未使了。你要建什么国？啊你迄、那个天皇，你有甲问我？天皇有答应我？你阿伯，你都家己都安尼去的，哦，所以咱是一步一步行来，一步一步地去修正，地去修正，唔是讲怎啊？安尼头壳歹去安尼吼，头壳空鼓励的，唔对，坚持要安尼行唔对，结果就像建国的迄一挂独派吼，因所行的安尼。行到即嘛，原地踏步啦，原地踏步，一步都踏袂出去，一步都踏袂出去，而且佫倒退路啦。因为啊，你伫原地踏步啊，人咧进步啊。马英九自己干唔到咧，甲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咧介多啊，眉来眼去的啊。啊，伊咧进步啊，啊，你对原地踏步啊，毋是倒退路，对吧？哦。这我深深的了解，因为我是二二八迄个关怀总会的副会长啦。哦，我的会长是陈医生啦，陈医生教授。哦，大家知唔知知啊？无吼，陈医生教授哦，也是迄个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啦。吼、哦，对台湾事吼，会使讲是。非常的那个会了解，但是看啊，我开会的所在就是伫
台独总部啊，即卖会使讲是上大诶迄落，就是青岛东路7号2楼啊。哦，好、哦，迄姚嘉文诶，姚嘉文呐、啊，迄我迄是独派诶迄大佬吼。你一办公室啊，我咧上，我规回拢是伫遐啦。哦，所以我看个真清楚，原地踏步。哦，啊，但是。我甲因来比的时阵哦，我是算后辈啦，算后辈啦吼。我唔敢直接甲因冲突的，甲伊迄落我无爱啦。哦，但是我看较足清楚，你还是在那里原地踏步，我心里感到足遗憾的吼。啊，但是我也无能为力，因为啊，伊一直拢在攻击我们台湾民政府。我就是台湾民政府的人啊。啊！你咧讲啥时阵，我拢知影。你拢唔对，这些唔对，迄唔对，这唔对。啊，这拢是论述的唔对。但是吼、哦，因底下原地踏步的时阵吼，咱台湾民政府一步一步地咧个行出去，一步一步地行出去。吼、哦，伫2006年、2008年、2007年，啊个金曼危机哦，哇、哦，差足济啦。所以咱。台湾民政府已经进入一个阶段，就是要建立一个政府，已经是进入吼、哦、迄个阶段啦。要组织一个政府，台湾民政府嘛，对吧？这民政府是安怎？就是你比就是战争法内底就是讲，你比占领的所在吼，你都爱。有义务爱成立一个民政府，啊是迄个占领者有伊都爱为被占领所在的人民爱设立一个民政府，因为啊啦，因为战争法内底讲啊真清楚，你军事政府袂使直接去参与迄个。被占领地的人民事务啦，因为安尼会出大代志，会出大代志，哦，所以呢，都爱成立民政府，被占领地区的民政府，哦，敢那像讲美国拍个伊拉克的巴格达，马上成立。民政府，伊成立一个，吼、哦，因呢，伊拉克，家己成立二十七个伊拉克民政府，啊，大家都啊争，大家都啊争，啊，迄个时阵哦，迄个时阵我唔知影讲啥物叫做民政府，我唔知，坦白讲我唔知，迄个时阵咱2000几年啊，哦，啊，我是因为足关心迄个所在的。一代志，因为我因过伫沙特阿拉伯去服务过，吼、哦，我底下警察校底下做教官，哦，做两个教官，啊，甲因的红军的迄个示威队去遐做教官，所以因遐个所在中东吼、哦，中东吼、哦，中东地区哦是真快，包括迄个北非，拢都叫做中东地区啦，吼、哦，因发生个代志我拢真了解，但是吼、哦。我唔知影啥物叫做民政府，但是我知影，哦，美国佮带一个一个人，去到地好落飞机的时阵，会使讲机场嘛拢乱七八糟啦。迄个时阵的巴格达哦，实在是足可怜的呀，无水，无饭，啊，医疗无啦。什么油，都当啊无电，啥当拢总无，迄是敢那人间地狱个。哎呀，动物哦，拢哦吹打死呀，无水嘛，都无水嘛。哦，哎呀，你是没安怎？啊，就是啊，大家遐，大家迄个27个迄个民政府，伊拉克民政府，拢总来集中来伫迄个巴格达啊。咱拢伫迄个美军内底，都唔知你讲啥，我唔知影啦，我唔知，敢若知影讲足乱呢。但是美国就是讲，我敢若是恁拢去解讲，
恁拢总甲即个人讲，啊，即、這个人甲讲，啊，我自然落去了。头啊，大家拢嘛不服个，讲即个人，即、這个人我毋捌你啊，而是为恁为美国遐出来啊，虽然是伊嘛是伊拉克人，没有错啦，伊是迄、那个要走走咯吼，伊迄、那个要避迄、那个迄、那个 Hussein 哦海山呐、啊。吼、哦，要避海山啊，才走去美国的一人啊，啊，伊都甲讲，你都是爱听伊的，啊，因大家不服啊，感觉拢作乱的。但是哦，啊，有个人就去啊，去甲补，去甲讲啊，我遐无水啦，我遐偌济爱偌济牛屎的伫底啦，啥物安怎安怎啦，哦，爱医疗啦，啥啥，伊马上就随甲美国报告，美军报告，美军就输，随飞机啦、车啦、啥啥，打马上解决。马上改观，所以大家就讲哦，安尼无多，咱家己去甲美军讲，美军无咧插你啊，你咧讲啥我也听无啊，对哇？哦，啊，都爱拢爱经过一个，这个就是叫做民政府啦，民政府就是政府嘛，嘛是一个政府啊，哦，啊，咱台湾民政府都是安尼来啦，就是安尼来啦，哦，啊。即卖已经进入即个建立即个政府的即个组织的即个阶段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讲到即个政府的时阵哦，哇，迄都包罗万象咯，吼、哦，唔是干那迄个衣食住行，连娱乐啥，哪行拢中，包括在政府内底嘛，所以今仔日才有我才有迄个机会吼、哦，来伫遮甲。大家见面啦，吼，这就是台湾体育运动的回顾与展望哈。哦，这就是因为咱已经进入政府来建立政府的这个阶段，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。啊，讲个咧，我要开始进入咱这个题目以前吼，我想讲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个吼，我伫长。看到哈，看到诶，一个迄个 email 啦哈 ，email， 哎，我感觉真感动啦，吼，我真感动，我拄只吼，啊，讲吼，迄个林博士吼，大家几个遐一挂，咱的一挂官员，啊，跟林博士大家都在咧讲时，啊，我从这讲好听，伊听起来足感动诶，伊讲你肯定上课，啊，讲出来。讲出来，我是，哦，那安尼时喏，我想讲，我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啦。将来咱台湾民政府，咱台湾民政府诶，一个要做成一个什么款诶一个政府，什么格，什么水准，咱这个故事会使做一个，好大家分享啊，大家去思考。伊讲吼。这是一个文章吼，文章是一个迄个太太写，啊，伊是吼本来是学校，但迄个中学的教员，吼，一个教员退休啦，啊，退休了的时候，伊就去开一个迄个小吃店啦，啊，伊小吃店哦，伊真做，所以做了真好，啊，有一天吼，啊，因都差不多中道等火。足济人安尼生理做安尼吼，啊真无闲的时阵，了后啊时间到，伊才看到外口讲，有五六个迄落吼，伊一看，因大家拢摕迄个地图都在对，伊就一看我啊，这是观光客嘛，观光客啦，啊一看哦，这是日本观光客啦，哦啊伊讲，哦嘛是请因来哦，因都是伊做了袂歹啊吼，啊。啊！伫迄个外口迄个文件内底有个介绍嘛，所以人循着那个迄个介绍诶来找一个店要食饭。啊，因就叫水饺嘛，日本人爱食水饺啊，啊就叫水饺吼，啊因就创好食呢。啊，伊底下有发现着讲吼，即五个年轻的日本少年人啊，因吼。每一人咧食要运料吼，吼要运料，咱就用导游啦，还是讲迄个辣椒酱啊，是啥子？因拢真遐
好像很珍贵的，不是讲啪啪啪的躲啥呢？真珍惜啦，伊珍惜啊呢，哦，阿舅妈。真紧哦，少年人食物件就是真紧。真紧食煞了时阵吼，安怎呢？伊讲哦，伊看因遐看遐因遐所有的迄个工作人员吼，迄太一寡拢小姐的啥，因遐遐迄落，看一个讲大家安怎拢硬去啊？啊？怎么这样子？是安怎？其实是足简单的代志。讲遐少年人吼，伊将迄个盘吼盘。大对大，细对细，啊大哎啊细，才甲放到顶面，汤匙啊、碟啥汤啊，拢甲贴甲好细好细。啊，迄、那个用过迄、那个卫生纸吼，就那顺顺粘迄桌顶吼，诶，迄个有迄个油啦、豆油啦啥顺，拢甲切甲好细好细，切甲好细好细，啊，讲咧。因大家看一下，所有的南头家娘甲遐工作人员，大家看一下，讲哇，有够感动啦！心肝你感觉足感动，讲哦，人伊这个国家迄个少年人的迄个教育是即款的啊，是即款的，这无人该要求的。恁前面的哈，咱家己咱台湾的一寡少年人，大家咧食物件时喏，伊哦拢无没有珍惜，啊，食煞都是杯盘狼藉。但是这个囡仔，这少年囡仔，嘿，人家日本的少年囡仔都是一行一行，拢啃啊好食好食。然后才过家迄个头家你讲，谢谢多谢你的招待，哦啊付钱安尼离开了。哦，我看到这时阵，我就感觉心肝底非常的感动啦。哦，我想咱台湾哦，将来应该嘛是哎，像这款的，哎，这款的后代才对啦。咱的教育哦，伫这六十几年来哦，叫这个这中国的迄个一寡真破烂的一寡迄个教育哦，创啊拢乱七八糟啦。你看看迄个油啦，你看迄个油，迄拢是大家要食的物件啦。啊，伊竟然讲吼，食吼，就好，你食到你破病吧，竟然我个趁钱就好啊。即款呢，唔是咱将来台湾民政府，咱的人民，咱的后代吼，应该有即款的迄个。吼，所以我就是。看，这是真简单的代志吼，非常非常简单的代志。啊，我伫遮讲予大家听吼，啊，大家甲大家来分享吼。这是我要上课以前的时候，我先附带讲的一个迄落，大家等于思考看嘛咧。将来恁拢是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咧，恁有一天拢是会做官员咧。迄个时喏，恁那是。将这个甲做一个迄个开端吼，啊，用这安尼来甲思考，要安那教育咱的后代，哦，还是咱的人民，哦，还是你的部下，会当变成一个吼，互人非常尊敬，非常尊敬。哦，你这迄个囡仔话来，伊就转去啊，无代志啊。但是这个头家娘吼，伊无下出来，冻袂掉啦。无下载都没得啊！伊讲吼，实在是看到安尼足感动的啦，非常感动哦！啊，伫写出来这甲大家分享，这嘛是林博士讲，你讲大家听嘛，讲给大家听哦！啊，这是大家来分享。然后呢，那开始就别来进入我家的迄个我迄个课题啦吼，就是台湾体育运动的回顾卡。甲展望啦吼，啊！伫阿未开始进入这个题目以前，我首先我啊，先介绍我家己本身啦吼。本身我是凭啥物要去讲这個台湾体育的回顾啊、甲展望？哦，我甲体育是有啥物关系？哦啊！我小可啊，我用一段时间我自我介绍吼。我是自细汉爱运动啦吼。啊，因为我拄拄细汉的时，都住伫迄个台北，迄个师范学校啦，师范学校，啊，师范学校就是即马吼，迄个教育大学啦，
教育台有几个大学吼，联合起来变成教育大学啦吼。啊，我虽虽然都是住伫迄个伊即个本部即个所在吼，啊，啊，我行迄田田花，行一地下了啊，爬墙啊，过都是因个运动定啦。所以我就虽然都是爱运动哦，啊，就多下运动。哎、啊，你迄因个迄个迄、那个师范吼，师范然后因有迄个体育课啦。因有体育课，啊，体育课有迄个体育老师啊，哦，啊，因有代表队啊，代表队的迄个诶教练吼，老师教练吼，啊，我拢因为逐工拢见面见面，啊，拢咧做同款的动作的时阵哦，所以变成好朋友啦，吼、哦，我甲迄、那个遐师范遐前辈吼，变好朋友，啊，因是高中啊，我是初中啦，是干哪样的差别是安尼啦，哦。啊，我哦，我因为变啊足熟个吼，所以我嘛拢甲因都啊咧去因个餐厅咧，甲因做个食饭吼，因个菜蔬啊吼，啊嘛伊嘛到，我甲因都啊分食，咧食饭啦吼。啊，我囡仔嘛，我爱好奇啦。啊，这个老师吼、哦，这个老师伊叫做吴万福啦，吴万福老师，吴万福古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吼、哦、虽然这我咧讲这个代志，算是六十年前的代志呢，六十年前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安尼算起来，我几岁，你大概就知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六十几年前的时候，伊咧甲咱训练的时候，是用非常科学的方法。就是用即卖眼光来看的时阵，嘛是叫做科学训练啦。你讲训练，啊，我就是接受这个训练。但是哦，虽然是老师命令啊，你安尼做，我都爱认真安尼做。但心肝底哦，就讲那都爱安尼创啊，要创这是咧创啥物啊？而且叫做讲叫做科学训练，科学训练。啊，我是咧练低拍啊，我。电炮我就是一日个装，一日个一个装起就好啊嘛。啊，了不起我练一个迄气泡就好啊嘛。哦，嘿，唔是，讲叫俺多咧压机档啦，哇咧压机档，哇，哎，迄个诶 push up， 啊，迄个目标都目标杀标吼，啊是用迄个手铃吼，对吧？那招手铃啥叮叮安尼。我练起来啊，我都花了来走就好啊嘛吼。啊，但是老师都安尼讲啊，咱就照安尼做。心肝底并无完全去给他接受啦。哎、欸，啊，但是去到尾阵，阮是拢是迄个寒训啦，寒训就是过年过，马上就开始集训。啊，集训啊是三月二九吼。哦，迄个，联盟政府因讲个是青年节吼，啊，就开始有中上联运啦，全台湾区诶中上联运啦，啊，我去参加，我嘛去参加，啊，去参加的时候我嘛提起个金牌，我提起金牌，啊，有迄个时喏，吼、哦，都开始都这种小弄咧小运动啦，吼、哦，读书拢无咧读书啊，吼、哦，拢唔读呀，看叫我咧哥哥吼爸啊。哦，啊，但是我爱就爱啊，哦，啊，到尾我一生哦，真看最大的愿望就是讲，会当做一摆国手，哦，起码我知影，我听台湾都无讲要哪有国手，哦，啊，但是哦，已经国手已经讲六七十年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原谅我国手，哦，我希望讲一生内底会当做一摆国手，但是哦，各位你看，我这个身材哦。哪有迄个国手价啊？哦，尤其是电竞的迄种，我这现在谈阿袂讲啊，怕入人话啦。哦，所以我始终无迄个机会做国手啦。哦，但是哦，一直个1968年的时候，1968年的时候，风行全世界哦，因为迄个007的关系哦，全世界我拢通行，叫啥？有一种武术叫做空手道啦，叫空手道。我、哦、开始到台湾去了啦。啊，我迄时喏已经都已经二十外，哦，
对，对一个选手来讲，迄种是袂开啊。啊，想讲啦，做国手迄是无希望啊啦。哦，哎，啊，我有这款的这吼，我是也心神真久啊。啊，看到讲，哦，有国有这开始到台湾，台湾开始来，日本的教练来，哦，啊，都训练。我听到呢，我随时报名，随时去训练。啊，因为我有过去有迄个家己。我会当自我训练呐，我唔是干那去上课，老师甲教呢，我会使阁家己训练呐。哦啊，足认真嘞呐，因为呀，我已经无机会啊，你做国手无机会，这是最后一摆，最后一摆。所以我是足认真嘞，人个一礼拜是练三工，我是一礼拜六工，啊一工要练三摆。我哦，目睭金起来，目睭都开始训练呐，什么？伏地挺身啊，仰卧起坐啦，啥啦，一寡基本动作，直直做，直直做。做完了了，孙哦，哇，辛苦谢谢的。迄个我都爱徛咧，都去个台北，我以前住伫新店，啊，去个台北，去上第一节课，哦，七点的到八点的，啊，我上班是九点的啊，哦，啊什么，上山了，啊再去上班，啊上班了。下班了，过去练一摆，所以我一工在练三摆啊。啊，到尾都三年后了时喏，都1971年啦，讲要参加迄个世界赛，啊，要做选拔。哦，我都较紧的啊，都我那去报名啦，啊去报名，总我选掉啦。你爱七个迄个国手啦，啊我第三名。啊，怎算掉？哦，我终于，我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讲要做国手啊，不管什么国手啦，都反正那是国手就好啦。哦，啊，我都怎啊算掉？啊，了后1971年去参加迄个第二届世界迄个空手道的锦标赛，伫东京啦吼，伫东京的迄个武道馆。哦，啊，摕到成绩无讲真好啦，是团体赛第三啦。团体赛第三，啊，即马我多啊，即马伫迄个世界迄个要摕团体赛第三，迄是无可能啊啦！因为吼，迄澳洲哦，迄进步啊，惊死人！迄个日本本来伊是宗主国嘛，伊宗主国，伫阮迄时代是贵个，拢嘛是金牌，拢嘛因咧扫啊，吼！但是吼，较即马来都无啊，即马拢澳洲摕去，拢澳洲摕去。哦，啊，到尾了后时喏，我到1982年的时候，尾啊，我当去参加一摆国际赛了，我都唔敢去拍，因为拍啊，规身躯哦，吼，迄个，因为迄个时阵比赛规则还袂讲真完整啦，啊，对选手的保护还佫无讲真好的时阵，我刚才即边啊棍哦，等过来摆，还拢等过来摆。啊去比赛的时阵，啊唔着，大家身躯拢做伙嘛，即腾起吼，大家拢遮拢乌，拢乌，啊有诶目睭遮乌，啊有诶喙齿断，啊有诶鼻仔歪去，吼啊我是喙齿断啦，头前遮拢假啦，拢假，迄东西磕落，啊断去，甲老师联系吧，啊都迄落，啊即卖未啊啦。起码唔通，无要紧啊！起码恁那孙啊吼，可以去参加。起码比赛规则已经足完整啊！啊，我那时阵是还佫初开始啦。啊，你啊，我都唔敢去做选手啊！我当去做去考教练，啊，考教练了后时喏，啊，怎啊？为小教练开始直直做，做到1982年时阵，第一次做国家队的教练。我啊，教练，哦，啊，这已经是我迄阵啊开始咧运动的时阵吼，迄个迄吴老师、吴老师咧甲训练的时阵咯，迄套的物件已经40-50年前啊啦，已经是40-50年前啊，啊，但是伊迄套的物件吼，对我做一个国家队的教练来讲，阵吼足好用的啦，我都唔免我带个人带咧土法练功啊。人家拢土法练功，我唔免啦。我一寡迄个训练方法，我大概看下，那安尼那我成绩足好诶，啊成绩足好哦，啊这就是哦，
几十年前我运气好去拄到好的老师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了后时喏，啊，都到1994年的时候，我都第一次，迄阵啊，就是亚洲运动会哈，亚洲运动会第一次接受空手道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。啊，我顺迄个时，我就是做国家队的教练，吼、哦！啊！1994年，啊，98年四年一拜嘛，吼，奥运四年一拜，啊，四年啦，我就想起来做总教练，吼，啊，加2002年，我做国做总教练，啊，迄个时喏，已经六十外，嘿，伫左营吼，伫左营，啊，我呢，迄阿文呢，迄个培训喏，拢几年，一年外嘛，拢一年外，啊，拢住伫左营呢，住伫左营，哦，啊，住伫左营啊。底下哦，啊，所有的教练大家拢知影，上老啊，迄个就是我，那是我，我爸爸教练，啊个一个迄个柔道啦，个就是柔道教练，我两个变老啦，哦，啊，迄个2002年的时候，迄个釜山亚运吼，耍了时候，我就宣布退出嘛，退出比赛啊，我就完全不爱过去，啊，这中间吼，我有过去。去扫地阿拉伯嘛哈，哦，迄个时阵是因迄个国家迄个合作的关系啦，哦，咱家的迄个安全局加因迄边的迄个调查局之间的迄个互助，哦，啊，伊需要什么人才啊？我都咱这边都派人去，啊，我就是去遐做教官呢，啊，一直间嘿，到即马为止。我伫这体育界内底吼，已经吼超过60年啊，一家子啊，已经一家子啊。安尼我来讲吼，体育运动的回顾啊，甲展望吼，我想我应该有一点啊资格啊，吼应该有，因为内底迄咱这全台咱台湾的迄个体育的运动的比啊。沉下呢，安尼真凄惨的时，啊，我个佮爬佮足悬的，啊，佮起码为止安尼吼，我拢伫内底啊，我拢浸伫内底啊，啊，而且我佫是国家队的啊，还有记者的拢是高层，所以我想，在2010年的时，林波叔，迄个得到迄个指示啦，吼，美国的指示，我你来做个主格，因为你台湾人哦。台湾从来唔捌有人做假，绝对无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去做假看嘛，吼、哦！因为美国伊要甲你帮助，要甲你协助，但是吼、哦、后边哈，其实伊是要看你有迄个能力啊无啦，你有迄个能力啊无啊？你做假，遐简单，哦！啊，迄个时阵。2008年，台湾民政府成立嘛，2月7日啊，伫迄个台北市的新生南路，迄个公教人员的上面训练中心的上，伫遐成立的啦，啊，啊，了，迄天我还记得迄个上，都彭明敏，啊，陈唐山，拢有来，因为彭明敏第一个起来演讲的啦，啊，他陈唐山是无演讲啦。我先讲啊，但是拢有来啊，哦，啊，你阿不是啊，2010年就开始要组阁，啊，林博士就讲，哎呀，你，我现在就跳坡，你来接吧，哦，啊，迄个时候我认为说很重要，这是真重要，所以我没有客气了啊，我来接，因为我知影嘛，跳运动是啥物，我太了解了，哦。啊，这就是我个人哦，甲这个体育的之间的一个关系吼，都是安尼一贯进行啦。啊，我即卖就是要来讲吼，体育运动吼，啥啊？体育就体育啊，啊，运动就运动啊，啥啊？那叫做体育运动啊，是啥物意思哈？我直接要甲大家分析，甲讲我较详细。体育运动其实只讲一项代志，都是人类的一个活动尔。人类的一个活动，啊，这个活动呐，表现是伫迄个比赛、竞赛、竞技的时阵吼，叫做运动啦，吼、哦。
迄叫做运动。啊，那是这个活动表现是伫学术、伫学术学术，还是教育的时阵哦，都叫做体育了。哦，啊，其实是拢同款的几项物件，是一体两面的啊，安尼尔啦。哦，同款的物件啦。哦，啊，伊是代表什么？什么人类？什么活动？哦，迄都是人类哦，相关系的一个活动。什么活动？就是求生啦，求生啦，求生，求生的这个活动。咱的运动哦，已经追溯到人类，迄本来是四只脚咧行，啊，甲有一天无停无停啊徛起来，啊，四只脚咧行是叫做人猿嘛。啊，徛起来是什么？徛起来是什么变成人类嘛？他的唯一的时阵开始胜利嘛？伊爱做的代志就是啥？哎呀，求生啊，求生嘛、啊！所以伊都爱去搬水果啦，还有野生的水果啦、蔬菜啦，还是去掠迄个虫啊、啥物件来食，伊才会当生活，伊才会当活落嘛。哦啊，但是哦，这个野生的水果啊、蔬菜吼、哦。伊的迄个蛋白质吼、哦，较粗啦，啊，你都爱食足济，啊，即下我都要辛苦才有够，所以人家佫进一步就是讲，因为食迄个较精致的迄个蛋白质，精致的蛋白质，啊，你要食精致的蛋白质就是啥，爱杀生啊嘛，爱去拍拉啦，爱去拍拉，你才有肉通食，对不？哦。拍啦拍啦，有当时啊嘛叫拉趴去啊，吼、哦，这是公平的嘛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迄个时喏，这个活动个定位为啥呢？人个受力大哦，人类的一开始就是人个受力大啊，呢，运动，跳运动都、就是安尼，人个受力大，后来人类吼、哦、发展足大足紧。人本来是一个小小家庭尔，后尾变成一个宗族，吼、哦，一个家族，啊，一个宗族了，变成一个社会，啊，不然变成一个政府，变成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以及人就是愈来愈侪，啊，形态，迄人的地位就愈来愈高，啊，伊的形态就变。啊！你变成国家，变成政府，变成你的宗族的时候，伊为着要生存，还是要扩大的时候，伊就会产生啥物呢？就人甲人斗，对吧？我即下迄块土地袂歹，我来想要来个占呢，吼哦，迄、哦那个时候没有国际化啦，吼、哦，没有战争化，伊就想讲要去遐占，啊，就安怎？啊，烧台嘛，啊，烧台嘛，啊，烧台啊，就死人啊。哦，迄个时阵叫做啥？迄是人甲人咧斗，人甲人咧斗的时阵就可怕，拢爱死人，爱死人，死足济人，到处拢死人，啊，到处都拢有迄个老母吼，啊咧哭啊，阮囝死啊，昨去烧台，去用台死啊，这是真悲伤的代志嘛，哦，一世界拢。遐妈妈咧哭，遐有迄个太太咧哭，啊，迄个喏，总是不好啦。啊，伫这时喏，伫澳洲有一个真有智慧的一个种族种迄个种族吼，啊，伊是一个国家，叫做希腊，吼 ，Greece， 吼，啊，伊是一个邦国啦。一个邦，这个所在，一个邦，这里一个邦，一个邦，怎么啊形成一个希腊国？啊，邦跟邦之间哦，都在斗啊！啊，定来都拢有死人啊！啊，但这人喏，有一挂有智慧人，因都开始在想：啊，你在斗啊，你在斗啊，定来拢有死人，安尼咁好，咁无其他会当来代替，来代替。我讲话嘛是竞争，嘛是拼，嘛是。该弄该迄落安尼，有经过即个战，敢若甲战争共款的物件啊，但是啊呐，未死人，未死人的方法啦。尾啊，有人就聪明的人，还有智慧的人就讲安尼啦。咱即马就来将即个吼，伫战场内底咧用的遐个步数啦，
遐个步数呢，拢总甲摕来一个所在。啊，每一个班，大家拢派恁的迄上高的人，哦，上高走的啊。你战场内底吼，不外乎迄步数，不外乎就是走啊。你爱捉人啊，还是你要走红捉啊？对不？啊个啊，不然就爱跳爱跳啊，啊跳过水沟啊，跳过石头啊，哦啊看有啊跳悬跳低啊，哦啊了啊嘛有迄落番呢吼，迄射标枪啊，迄标枪嘛武器啊，射哦，啊看上爱射较远嘛，对不？连铁饼啊。啊！迄、那个烟，迄、那个去，迄、那个石头啊，大粒石头，噶咪是烟变的，叫烟球啦吼。大石头啊，那轻啊，看上轻较远啊。这拢是战场的部署呢。啊，拢全大家拢研究的结果，从全拢个提来一个所在，啊来，大家来拼。吼、哦，你走，你走，你杀人较紧，啊，杀人走较远，杀人跳较远，杀人跳较悬。哦，啊，上健康，上标康，哦，啊，上靠骑马，上靠驶迄个马车，迄只马车拢是咧修剪马用的呀。哦，安尼来咧，嘛是咧拼，同款嘛是咧拼，但是唯一不同款就是啥，无拿武器啦，未使阁拿武器啦。安尼来的时阵哦，大家落咧拼的时阵哦，都袂死人嘛，都袂死人啊嘛。哎，这人地位足好，吼、哦，这个希腊这个种族吼、哦，啊，皆是受伤了嘛，啊，受伤呢，啊，脚老掉啊，是迄落老花啊，啥安尼尔，未死啊，所以因赶快就做一个决定，大家帮大家遐头，大家研究的结果就讲安尼啦，啊，无咱四年来办一摆啦，来斗啊，来战呐、啊。哦，阮家即卖嘛是咧讲，来战啊，赶快啦，来战哦，啊看谁赢，我来赢，你较牛，哦，你这个帮较牛，比我这个帮较牛，哦，啊你呐，你看到啊你呐赢吼，一，干那，互你一个迄落啥，用迄落桂树吼，哎挖阿起啊，啊创一个圆圆啊，个咧凸到咧头壳顶啊，叫做桂冠呐。叫做桂冠，干那安尼尔。但是这个摕到桂冠的人哦，伊那等于个因的迄个国家因的帮城的时喏，哦，迄个安尼沿路去哦，大家安尼，干那欢迎安尼个帮起来都安尼，吼、哦，足欢喜安尼就对啦。啊，好真济金钱呐，哦，啊，诗人呢都写诗来个纪念啦，哦，啊，迄个。迄落雕刻家吼，都甲雕刻迄落嘿，伊咧啃石头，啃吼，啊标枪啦、铁饼啦，迄动作吼，拢甲刻起來。所以你即摆吼，咱若有去澳洲吼，啊迄落博物馆，足侪博物馆呢，内底拢有，拢足侪拢即款嘞，什么你标，迄落铁饼嘞吼，啊标枪哇，那迄个动作，吼。迄就是迄个时代，3000年前的时呐，迄3000年前的时代，迄个赢的人呐，弄迄个人呢，唔是干那讲凭想象去刻，是咧刻迄个人，咧个荣耀迄个人啊，哦，啊，弄有一个现象，足趣味的，弄烫光光，你啊看迄雕刻的，弄烫光光。啊，这属性，迄当时的，迄个时叫做，迄个时因的比赛的场所的叫做奥林匹亚，吼、哦，迄是伫迄个雅典外靠差不多200几公里的所在哦。啊，迄个所在是因这个希腊吼、哦、所有的邦诶种族吼、哦，弄咧敬拜神的所在，众神咧敬拜众神的所在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所以人家伫迄个神圣的所在咧办比赛，好多真心神圣，啊，为着要表示伊的迄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所以拢烫光光，所有的选手拢爱烫光光，
但是而且每一个选手拢爱会当提出一个证明，讲你有受过至少十个月的专业训练。安尼哦，所以因吼，前一年吼，都拢派人派因遐身体较勇的啊，较敖走的，较迄类去吼去奥林匹亚去啊受训。哎呀，教练吼，阿摆就是变成啥，都遐裁判。啊，伊拢有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你甲看，咱即马奥林匹克，迄大家去啊迄类，敢袂使讲清清菜单啦，人去。侬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准，你才会当去参加呢，对不？噶起码就是同款，三千年前就是安尼要求啊。啊，因为你听刚刚的关系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有时点就是讲啊，请女士袂使参加，女士袂使做观众啦。哦，这东西是安尼，迄就无多，我是从事实讲，因为拢大家拢爱听刚刚啊，吼、哦。啊！即款读书袂当参加，啊，要安怎？啊，外口给你办啥呢？办迄落戏剧啦，戏剧啦，吼、哦，啊是做迄落文艺迄落活动啥，或者诶读书，大家会当去参与啊。即卖奥林匹克是毋是安尼？对吧？即卖诶，你若国即世界赛内底吼。拢外口拢爱同时爱办啥物？有迄个画展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还是迄个音乐会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迄个办戏剧啦，同款呐。拢同款三千年前都是安尼啊啦。吼、哦，咱办音乐会上有名的就是迄个三个 tenor 嘛，有三个男高音有啊。哦，也是的，是的，歹势。哦，啊，这就是三千年前吼、哦，三千年前吼、哦，现代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吼、哦，运动会诶最初的形态，伫三千年前都已经完成啊，都已经成立了。所以讲哦，体育运动哦是非常历史非常的诶古董呢，啊，那个追溯下去都是人家受得到的时阵，还唔知啊，过那百万年前。对吧？哦，所以讲体育运动哦，是人类一个真重要活动，啊，这吼、哦、甲政治绝对分袂开的啦，绝对分袂开的，因为啊，当时都是因为政治的关系，所以唔只慢慢演变的啊，按摩啊，再用比赛来拼看人来拼赌啦，哦，就是安尼来，哦，所以讲，伊这是迄、那个，这体育运动也迄个主要的来源都是安尼来，哦，啊，啊，今嘛佫耍咧到我，因为我啊佫有真济吼，我较感性过来，我今嘛就开始啊讲伊这体育运动的迄、那个诶来源都是安尼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咱台湾体育运动的回顾，哦，回顾，哦，啊，回顾吼。啊！我伫遮就要听两个人来做一个代表，来做来讲这两个人，啊，来做咱的台湾的体育运动的回顾。哦，第一个我要提出来的人呢，叫做杨传广。这可能是较少年的，可能唔知影哦。哦，有年轻的，你们有没有听过杨传广？都有啦吼，哦，好家仔，哦，我底下讲过来接吧，我主要是要讲这杨宗广，啊，这另外一个就是有查甫嘛，爱有查某呀，哦，对啦，好，不管民工大家都拢知影，基政，今嘛嘛阿个活动啊，哦，什么伊今嘛什么亲子协会的啥，哦，啊。拄啊好，这两个人哦，甲我拢有一点点啊关系啦，一点点啊关系。哦，杨传广哦，伊拢伫伊伫做杨是总监嘛，哦，伊伫迄个有迄个成立迄个做杨时阵哦，啊，伊就是做底下都做永远的总监呐。哦，啊，我有一年哦，
我就是2000块一年啦，我伫做呀嘛，都爱加训练，都准备买2000块2个迄个釜山亚运嘛。啊，我去啊时阵哦，啊迄个柔道教练哦，我柔道教练嘛，足我伫做呀是足有名的啦，足有名的，我够认真的啦。一再是4点就开始起来训练啦。嚯，我就讲，到尾吼，到尾有一挂学者去啊建议讲唔好呢，吼。足认真嘞呐！啊，伊哦，哎，潘姐嘞，咱来去个迄个洋葱馆，甲洋葱馆食饭好，吼！哎，啊，你洋葱馆哦，伊那伫台湾吼，啊，都拢带伫左右嘛。啊，伊拢坐伫迄个餐，伊那食饭时间拢坐伫第一排正中，第一排正中。啊，剩下拢大家吼，拢安尼3-4排拢无人敢话去。拢无人敢话去，包括我嘛唔敢话去。嚯，迄伊个威严，人个高强大汉呐，吼，啊个不苟言笑啊呢。啊是我心目中的迄个偶像呢，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呢。啊，我唔敢话去的，咱坦白讲，我嘛做无胆，做无胆。啊，迄个柔道教练讲，哎，方教练，咱来，你是总教练，我是总教练了哈。咱来去甲总监吃饭，好不？我好，好，你哪安尼？我干，好来去，阿都去，八个总监，我们可以陪你吃饭呐。哦，好，坐，啊，我都坐嘞啊，啊，坐了了吼，我都开始咧甲拍马屁呀。哼哼，看杨总管拍马屁，哎、欸，其实无啥啦，因为是我心目中的偶像，我个拍马屁那无啥物的。我杨总监，你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呢。哟、嗯，干嘛呢？大家拢安尼讲啊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讲啦。伊刚才那个调侃来讲，那大家嘛安尼讲啦，对吧？哈，讲不对哦，我还跟你讲。你1960几年的时候，有伫台大运动场，吼啊，底下咧练迄个跳高，迄个时候叫复滚式，即嘛是进步个背滚啦吼，啊，应该是复滚。我迄个时候我头一遍看咧，我哇，一人伫空中安尼多条咧，吼，啊是安尼足新鲜的啦，吼啊当时哈。是一个美国国务院派来的一个教练，叫做 Mr. 米勒教练，底下咧个你指导对不？哦，啊，迄东西，哦，迄是一个红人呐，因为我第二刚看报纸时候，哦，你介绍我讲，迄是红人，我红人那个 Mr. 米勒，他在教你，啊那个，田径协会的理事长关松生。哦，关松松，他也坐在旁边，哦，他拿那个拐杖，他吐的头壳，啊嘞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哦，对哦，你讲的都人地事物，拢正确啊，拢正确啊。伊才知影讲啊，我唔是咧凊彩搭过啊嘞，唔是，我是真正很崇拜他，哦，啊安尼来了，就讲哦，伊第一个讲。那个 Mr. Miller 哈不是红人呐，我说报纸上是这样写的呀、啊，阿公，他其实是黑人呐、啊，只是颜色比较淡一点安尼啦，伊讲安尼啦，哦，安尼都开始有讲话啊嘛，啊无因为拢一个彩队啊，哦，大家哦惊死啊，啊我即马安尼讲拍马屁吼，啊即马开始都有答啊。啊！伊嘛，我都甲讲，吼、哦，迄东西安怎啦？哎、欸，听愈爽快咧！吼、哦，伊嘛开始就讲伊家己的代志。所以我伫我脑中哦，有听过杨宗广哦，一手的资料啦，拢是一手的资料，是伊家亲身甲讲的。吼、哦，迄东西杨宗广有偌厉害咧？咱台湾吼、哦。台湾哦，大家拢嘛知影讲蒋介石嘛吼，蒋介石啊，吼、哦，台湾著名啊，遐连咩黑囡仔咧写迄个作文吼，啊，迄、那個、题目嘛，讲写讲啥，讲我将来要变成，我要当
蒋总统，蒋总统咧变成迄个专有名词啊！你看，哦，看我咧，我迄个我有名啊。但是，那离开台湾呢？上人我这蒋介石无人知影，还外国人无人知影。但是呢，讲到 CK 杨，哦 ，CK，CK， 哦 ，CK good， 哦 ，is number one 哦，哦，足赞的，大家嘛知影，通世界人大家拢知影。不管男女老幼，大家都知啊，四个杨，杨传广，阿姨安怎子？伊各位关双生吼，一出钱，伊是迄当时的迄个建筑师啊，迄种建筑师足少的啦，啊，伊是建筑师最进有钱啦，吼啊，伊是中国人啊。啊！迄个国家的迄款、迄个工课拢好好做，所以足有钱。啊，伊袂歹，伊总是嘛有好人啊。伊就提钱出来，就创迄电竞啦，发展电竞。啊，伊看见杨创广讲，这人才吼，袂使都放到台湾啦，台湾无人有法度过来训练啦，从那个送去美国去。啊，迄个时阵伊去的时阵是6000几点啦，伊的迄个十项吼，十项。诶，成绩是6000几，过无两三年哦，变7000几。啊，过来说，刷来讲，过几有几年啊，我说变8000几啦，吼。啊，佫刷来讲，哇，变9000几啦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十项诶计算诶方式吼，诶，伊诶最高极限哦，极限是10000点啦。啊！杨传广已经打破9000多点嘛咧，佮眼看着就为10000入去去哩啊！啊，你的世界田总吼，田径总会吼，伊袂使佮点咧，伊你若叫真正叫这个杨传广，我这个黄金人，怎佮破10000点啊？我10001点啊！我说袂晓无迄个计算的方式啦，对吧？很闹亏嘛，所以为了杨传广哦，世界总会、田径总会马上改变伊的迄个计算方式，十项的计算的方式，吼、哦、啊哎，迄、那个时阵哦，伊一个同伴，伊算是伫迄、那个洛杉矶迄、那个哦，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分部啦。就 UCLA， 哈 ，UCLA， 吼 UCLA 吼，那电竞吼世界是拢第一的。啊，伊个一个同伴叫做 Johnson 欧郎 ，Johnson， 啊，杨传广吼，怎啊本来是伫伊个下骹呢，到尾怎变爱伫伊个头前啦？迄、那个 Johnson 分数煞输伊啦，啊，你敢未看哩？未看因这白人吼，对因来讲吼，因讲。诶，奇怪，电竞是阮白人，叫阮这个西洋人的迄个专项啊咧吼，尤其是咧十项是阮的痉挛呢，啊，结果捡一个迄个黄金人，说讲附加讲，阮的一流的说变成第二名的啦，啊，说杨光龙伫头前啦，吼，啊，眼看着在要破1000呐，啊，佫为着伊就佫啊改迄个计算方式。啊！迄、那个计算方式吼，因甲要想通啦，想通来讲啊，上好的一个办法，就是利用这个改变计算方法吼，诶，这个机会啊，将这个计算方式的诶方式个改变，安怎呢？讲因为杨传广吼，伊毕竟是东方人啊，伊个骨骼吼较适合造条。啊，那啃呢，三体啊，吼、哦，要啃哦，较食亏啦，伊个骨骼无遐大。啊，迄个 Johnson 是乌人，迄只敢那猩猩的啊，吼、哦，伊个造条输杨传广输点点啊，但是伊个三体哦，赢杨传广啊，啊，所以哦，因在利用这个机会，从他将这个三体的计算的迄个比重。迄、那個、比重甲加重，啊加重，啊加重了时阵哦，对杨传广就吃亏咧，啊对这个 Johnson 哦，就
占足大的便宜，所以因两个就开始都哦，又恢复到两个在竞争的一状态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十行内底，英团共赢江省赢七行，但是伫罗马奥运的时候煞输伊啊，赢伊七行哦，啊，干那输伊三行呐、啊。这有一定有一个一块真无公平的所在，的所在嘛。吼、哦，我赢七行，结果我输你三行，啊，我就输你。吼、哦，这是一个秘密啦。这吼、哦，这是我伫家咧讲安尼尔，伫外口无人敢安尼讲啦。伫迄落，你嘛唔承认呐？你嘛唔承认呐？那吼，叫一个黄种人吼，啊，甲咱母啊，安尼凄惨地瓜。所以讲吼，杨传讲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运动员，非常伟大吼、哦，而且吼、哦，人类迄个撑杆跳有啊，撑杆跳哦，摩塔卡哦，撑杆跳还是电竞内底吼，技巧上困难的，人类第一个打破五公尺的，叫做杨传广啊。杨传广，这真侪人拢唔知呀。哦，这杨传广甲我讲啊，伊是五公尺控制啊，正式的比赛五公尺控制，第一人类第一个打破五公尺诶，起码是比人类有第一个打破六公尺的物啦，迄苏联的迄个鸟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鸟人。哦，但是伫迄个时代啊，杨传广哦是打破五公尺，人类第一个哦。哦，啊，伊是咱东方人，咱台湾人100%的台湾人。哦，伊是阿美族啦，哦，阿美的，哦。所以哦，伊一个人哦，伊一生哦，拢伫咧破世界纪录啊，世界纪录。咁啊，阮大家拢因为足注意伊的消息，所以阮有真注意讲，伊咁啊，伊是奥林匹克。输吼，罗马奥运输江省，但是哦，伊成绩还佫在进步，真正打破一万点，用旧的啦，用旧的计算方式哦，伊真正打破一万，第一个打破一万的，就是杨传广，哦，这是我感觉，所以我心目中我的迄个偶像哦，我感觉吼足值得的啦，足值得啊，我伫做呀吼，我要求我的迄个队长，你看杨传广哦，你唔要食饱饭，你都我咧就走啊！爱看杨传广，伊个食饭了，地啊坑落了，算咯，恁都爱派直升吼、哦，来个提盘去个吼，迄盘提坑提去个迄个粪提粪扫遐去冲，袂使哦，杨传广去了，家己去冲。你啊，好啊，看到我一礼拜礼拜都无来等你，哦，我认为值得啦。我虽然是短短啊，那几年的时间哦，但是我感觉我就迄个很值得啦。啊，噶么伊2007年过世吼，啊伫迄个，伊是伫美国过身啦，啊埋在美国，但是伫迄个台北吼，迄个暨南教会有啊办一个追思礼拜。啊，我受邀去参加，这就是杨传广。第二个我要讲的纪政，纪政你跟我毛就是点么关系？因为啊，伊是我的学妹，哦，我拢讲一个学校啊，一个英和吼立行中学，啊立行中学吼，嚯、哦、出两种人，第一运动员，第二就是了外省挂的迄个。好多啊！我这嘿得人呢，我弄英国弄我连同学个，哦，阿妈有亲戚做阿读书个啦，因为我那下学校吼是建中吼，诶，迄个训导组不是迄个教务主任哦，啊，带一吨的人，训导主任呐、啊，训导组长啥呢，连工友嘛拢是为建中去阿创个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甲因遐一挂迄落啥物建中啦、附中啊吼，迄关系拢真好。啊，因遐啦，初中读建中啊，考无条件，高中考无条，拢嘛走去阮校啦。啊，伊遐来直接来，因遐功课拢足好个。啊
啊，基正吼，伊本来是迄个新店吼，四二女中吧，起一路啦，吼、哦。但是伊嘛是艰苦人，完百分之百台湾人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厝里真艰苦，伊妈妈伊个养母啦，伊生母是谁我不知道，养母是咧共洗衫啦，所以真艰苦啦。啊，要读高中，毋着爱钱。所以阮校用真好诶、那個，迄个条件吼，也要请伊来阮校来读啊呢。啊，教我都是拢学校诶电竞队啦。啊，我是伊诶，伊早伊一年啦。啊，你后阵哦，伊这是非常迄个毋是普通人啦。伊运动哦，遐好哦，伊初中诶成绩哦，甲迄个新闻迄个大人诶成绩哦，较好啊。初中的查某囡仔尔呢，哦，所以大家看得出讲，这个将来就是奇葩啦，奇葩。所以全迄台湾的迄个跳街拢在注目伊啊。啊，伫阮校读一年了后，阵哦，伊怎啊，佮送去美国去？送去美国哦，啊，十年了后，阵哦，哇，迄个小学妹变成。世界纪录保持者，世界纪录一百八十滴篮呐，迄阵阿伟100滴篮呐，迄阵八十滴篮，伊都80滴篮是摕世界纪录，而且伊怎啊即卖伊来创世界纪录，别人都搁较破，啊破呢明仔伊都搁较破倒转来，我那人都搁较破，世界各国大家拢在个破，在个破。啊！伊那叫我破个，我无话句，伊就给我破了灯来。拢总高变，一人一生哦，那得会当破世界纪录一摆哦。哇！迄个食片年轻啊，一条街都哇真迄个，伊高变，激增九次哦。所以哦，这真非常的了不起。啊！伊起码嘛是阿哥的，我的这个我体育界吼，拢阿哥有咧活动啦。哦，然后迄个全国运动会啊，然后并且做主席，嘿，做什么理事啦，啥等等啦，哦，啊，我是提这两个人出来，我主要目的就是要证明讲哦，台湾人，因为因两个拢是标准的台湾人啊，伊是台湾人吼，足优秀的，非常优秀，是世界级的，咱是世界级的，因为。中国那边遐吼，像杨东讲也是基层，因即款的选手吼，无几个呢。我个较注重迄个电竞啦吼，所以有伊最近前几年啊吼，有一个叫做刘翔吼，119篮，拜过啦，吼、哦，迄个世界纪录个，啊嘛是奥林匹克摕金牌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你伫东方人吼，黄种人会当安尼伫世界迄个。吼、哦，遐白人、黑人，大家拢到后边咧个肉安尼吼，我咧感觉拢真光荣啦，我拢自然咧感觉拢真光荣。但是呀、啊，伊要甲杨团讲甲基金来比吼，迄东西的迄个光彩来比的时阵，要个差侪咧啦，要个差侪咧啦，哦，迄个我现在迄个有人讲哎、欸，啊，中国迄边遐吼。因为金牌嘛，足济啊，佮其他的什么迄落金牌足济嘛，射箭的啦，拍枪的啦，吼，啊是迄落体操啦，摕金牌嘛足济啊。但是我甲要甲各位讲吼，恁爱了解电竞佮其他运动是无共款的。电竞是啥？是人类追求人类的迄个生理极限的项目呢，极限呢，吼。啊！你迄个其他项目是，你追求迄个技术极限，你的技术极限，所以你要训练这个电竞的选手哦，你袂当像迄个训练迄个其他项目哦，你其他项目一天训练8小时、10小时哦，无要紧，哦，你若训练袂出来，你倒你走，人训练10小时动会了，迄人伊起来啊。你若电竞若像安尼要甲训练哦，马上一个人都叫做训练一个，都变废物。
你知影嘛？电竞就是差别，就是这个所在。所以我为什么那边提电竞出来讲，原因就是是啥？哦，啊，咱的电竞，咱伫世界有两个这么伟大的一个选手，拢是咱台湾人。哦，啊，迄当时哦，咱因的时代，迄个时阵台湾人哦，那千外万人尔呢，千外万人尔呢。啊，因中国迄边啊吼，迄个是15亿呢，才出七几个啊，出一个电竞的，都啊咧操钱，差侪咧啦。哦，马街病院迄个林玛丽医师哦，伊是迄个血液专家嘛，哦，世界血液专家，伊证明讲台湾人吼，唔是中国人，咱的血液内底吼，85%，吼是这个病毒做的，85%。啊，那汉人的迄个血液的 DNA 吼。是干那1%尔啦，1%尔。啊，你无讲你85%是咱是迄个诶偏颇作个，啊，出来讲迄个1%，讲迄是咱是中国人。我讲，我底下要给证明，伊讲证明台湾人都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。啊，我底下用因两个，有人讲甲计证，要来表达就是讲台湾人诶 DNA。嘿，哦，就遗传基因嘛 ，DNA 的遗传基因比中国人搁较好，绝对的。我用体育的这个角度我来看，台湾人的 DNA number one， 照顾的非常的好，哦，啊，这都是我迄个对咱迄个回顾，因为时间哦，我不紧也袂使，啊，我过来就是展望，因为我。伫体育界啊，将60几年哦，所以我真了解体育运动啊。你那是将运动选手甲教练啊，你那个提掉，从呢，迄个体育运动是啥？空的啦，都无啊。所以你要发展体育运动哦，就是爱针对这两个啦，唔是像即卖讲。迄、那个体委会吼，体委会当然啦，为今年正月初开始改做体育署啦。啊，体育署我无伊个资料，我唔知啊咧。我个体育改弄切断啊。我是用体委会，哦，体委会是迄个中央部会啊。迄内底人哦，有够侪400-500个啦。哦，啊，大家拢是迄个高考的，拢高考进校读书就对啦。但是哦，相对哦。你对这个运动哦，迄、那个热情哦，无够。体育运动就是爱靠这个人啊，这个、从事体育运动的人，特别是选手、教练，因的迄个热情哦，把它撑持起来。唔是你遐个讲我熬啊，我熬读书，啊都会当将台湾的体育运动甲撑持起来，无阿多。唔是安尼啦，是迄个热情啦。伊个热情，啊！你要予伊即有即个热情哦，你都爱有相对爱有迄个回报给即、這个，和即个热情吼，会当继续燃烧嘛，吼、哦！啊！伫1994年吼，迄年我就是第一次做去曼无迄个去希罗西嘛，广岛亚运吼，我以前第一次做迄、那个亚运的教练，迄个时喏。一实施一个叫做国光奖章啦，国光奖章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讲哦，将选手的迄、那个，就选手甲教练的迄个奖金哦，甲制度化，甲法律化啦，甲法条啦，哦，因为拢是啊，这里可以话这，那可以话这啊，安尼尔，然后迄拢有的个拢无，啊，就嘛甲制度化，哦，安尼对这选手对教练来讲是。好高嘞，足大！所以呢，伫2004年以前28年了中间呐，台湾吼伫亚运内底是零金牌啦。啊，你2003年开始实施，2004年拄到这个亚运的时喏，干那一年的中间喏，台湾吼劈一个变成7块金牌，伊亚运就是摕7块金牌，
哦，马上都，迄就是种高丽啦，迄你讲哦，迄个野味都无香草，你都无阿多，未走嘛，对吧？你那啊，这个你那哦，相对可以有较高丽笋哦，你自然对，这个奖牌都来啦，哦，啊，你嘛大概迄2004年。诶，希罗西嘛，阿文哦，吼，诶，一寡教练啊，选手大家领奖金，领欢喜勃勃啦，吼，迄阵我嘛有领着啦，吼，我这卖讲啦，吼，啊，了后啥，吼，2008年，4年一摆嘛，2008年的时候喏，哇，一声为7地劈一个变成19地，吼，那变骨那背啦，迄个时喏，伫亚洲吼已经进入。前五名的金牌，诶，后呢，迄个金牌，迄个国家，啊，迄就是好的制度，杀起来。啊，这个体委会吼，啊，因为安尼奖金发真济哦，所以有一挂纠纷呐，尤其是迄教练吼，为迄个运动项目吼，你较无像我迄空手道，我真明显啊，为诶，迄个启蒙阶段。带队，他拢足清楚。啊，有些哦，你怕田尼斯的啊，你怕田尼斯，怕田尼斯的，诶，教练哦，一开始拢啥，拢是老爸啊，拢是老爸啊。啊，老爸哦，都搁开钱，我请教练，搁刷来好去外国去比赛吼。啊，迄个机票、旅车哦，啊，迄个开钱，啊，再咧。迄个积起的分数，啊，再去过进一步去参加其他的项目的，其他的比赛呢？提迄落，迄开偌济钱？迄拢啥人？迄拢老爸呢？啊，但是哦，但是你若要发奖金的时阵哦，啊，煞拢会发生纠纷呐。哦，詹永然哦，伊讲伊去做呀，伊迄个釜山亚运。去做廿十二工，啊，其他拢是伫外国都爱去咯，爱拢因老爸咧出钱诶。啊，各位吼，各位，迄个体委会哦，需要将奖金吼，互迄个做廿个教练呐。十二去，伊干那去遐十二工，遐个教练是要创啊？干那个，搁多啊个捧水尔啦。哦，啊，所有奖金拢摕啊，几啊百万呐。哦，安尼。所以詹永然哦，气啊呢哦，你总统府哦，你气啊，伊那到了遐，要改阿秋拒绝，不要阿秋，这都是安那，因都是为着因作业的方便哦，啊，将好的制度随便敢改，啊，伊唔知改了了哦，发生什么关键的，即马佫刷咧，十块地了，两千空可能你应该是变19地，至少嘛维持19地，啊无就20地啊30地，对不？啊，直直爬起去啊，结果吼，啪一下，剩10地，就是啊，你制度讲颠荡啊，用歹制度来的，好，迄个歹制度来的代替这个好的政策，哦，所以讲哦，这体委会哦，我非常的。非常不满哦！啊，因为安尼，所以我有损失足侪钱，摕无到。我怎啊吼？2000年我甲过咧，过体委会咧，我过体委会咧。迄体育界哦，无人从来毋捌有人有敢讲去过体育人去过体委会。啊，我得咧，但是我输啦，因为哈，因你是啥物法律旁啊？伊讲，哎，阮都有，阮要改的时阵，阮都有公告啊，公告一个月啊，叫依法公告啊。我讲你公告伫底啊？我都唔捌看咧，唔奈。伊讲公告伫迄个行政院的外口，迄公布栏呐、啊，鬼怕了。啥物人去个无代无志去甲迄个行政院的公布栏去看讲，哎呀，这有啥物甲我有关的的法条啊啥？敢有人安尼？无嘛，哦。啊，结果伊安尼就是赢嘛，啊赢，但是我也无所谓啦，无提就算啦。但是我已经表现很愤怒，哦啊，所以2010年是林博士甲讲，哎、欸，你来接跳吼，啊啊，啥物事呢？我讲好，我来接。
我有把握啦，因为我看过嘛，我行过嘛，我家己嘛做过啊，哦，我保证，伫十年内底，哦，台湾我会让好台湾呢，伫亚运内底会变成前五名诶，迄个拿金牌诶国家啦，内底五名内底，二十年内底吼，要伫世界吼前十名诶摕金牌，这是我个人诶。哎喽！啊，我有真好的方法，非常好的方法。但是哦，今仔时间已经够啊，好应够啊。我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再来，我当然我会将来照安尼行。我有真好的办法，吼、哦，一定绝对要让台湾呢变成一个运动大国。哈，我今仔讲到这为止，吼、哦、啊，感谢大家，吼、哦，谢谢。啊，各位好，欢迎 Kitty。今日，各位先请坐坐吼，请先坐一下。我这要宣布，等下迄个分组讨论的所在，新德州伫一楼的会议厅，会议厅就是伫办公室对面一间。新竹州在一楼的会议厅，一楼会议厅的那个圆桌，一楼会议厅的圆桌，新竹州。宜花东州在一楼会议厅的后半段。宜花东州在一楼会议厅的后半段，台中州、台南州、台北州，伫一楼的交易厅，就是迄个咖啡厅的迄个所在。台中州、台南州、台北州，伫一楼的交易厅，就是咖啡厅。高雄州吼，伫这间教室的后壁段，以我这个电脑为准吼，高雄州伫这间教室的后半段，高雄州在后半段。高沙族在这间教室的前半段，高沙族在这间教室的前半段。啊，如果有不清楚的，可以过来问我，谢谢。马运珍、林连国、秋天来，麻烦来找我一下。马运珍、秋天来。